第72名空性，少林四大神僧之一，最擅长的武功乃少林绝学龙抓手，曾在六大派合为光明顶之时与张无忌进行过一场大战，虽败犹荣。围攻战役之后，在撤退的途中遭遇赵明手下高手的围攻，其中火攻头陀的后代弟子以大力金刚指的指法战胜了空性的龙抓手，并将其击杀，所以空性的武功不如阿三，而阿三的实力明显不如光明右使范遥，以此类推，空性比之紫白金青四大法王尚有差距。空性的战斗指数为一颗半星，综合武力64分，位列72位。